家出一道诗歌赏析题，注意听啊！一人我饮酒醉，和我为自己代言，到底哪个更懂啊？为什么现在很难提醒？陈总，思考一个问题，你看我手势都设计好了，你不来啊？我想请陈总思考一个问题啊！你仔细思考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如果啊你不卖货，但大家都觉得你卖的是货，是不是比你真的卖货还可怕啊？产品没有问题，大家就觉得有问题，是不是代言人出了问题呀、啊？差不多的人生，总会有些事，差不多的现实。